明星圈洛丽塔、杨超越、赖美云最可爱，顶级流量的她才是最卡哇伊的。明星圈洛丽塔、杨超越、赖美云最可爱，顶级流量的她才是最卡哇伊的。杨超越的洛丽塔服饰撑的她真的非常可爱，而同样很适合这套服装的还有赖美云。赖美云的长相就很日系，而大家都知道徐娇很喜欢二次元，更是喜欢穿洛丽塔，而穿上洛丽塔的徐娇也是娇羞可爱。你们以为只有女生能穿洛丽塔吗？哈哈哈，看到王俊凯的洛丽塔真的被他娇羞到了。但是最可爱最卡哇伊的不是以上几位，而是世界第一可爱的他，他就是王源。王源也太适合穿洛丽塔了吧，哈哈哈，好可爱，好想偷回家。